师，然后我接触过很多产品，然后呢，就我比较针对的就是子宫跟丰胸，而这些产品呢，我是希望可以帮到我内在变得更女人。而我经过朋友介绍，然后就介绍了我这个E-Lo的产品，让我可以变得更女人之外呢，还可以让我内分泌更滋润，就是会有得到很好的改善。而我曾经有过伤口呢，而这个E-Lens呢也能帮我很快的修复，就是在一个礼拜呢，它就能得到完全的改善。我非常感谢我这个朋友给我的分享，介绍我的产品，很感谢他。Evero for real health, wealth and life.